我们一起唱善颂天主圣诞。基督。
Thank you.
攻读圣保禄中途至加拉达人书，弟兄们，至于我，我承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乃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叫了一个小孩站在他们的中间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，绝不能进入天国。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子，他在天国中就是最大的。上主的圣言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刚刚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？听到没有？啊？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陈神父有点执着对圣经的那个圣书啊，也就是我们的圣言啊的尊敬？啊，所以我们有在很多的礼仪里面，其实就是一种教导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疏忽了啊，所以我们啊就没有在意。特别我们在我们家里面，我们圣经的摆放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天主，我们的父，你愿意做你圣子的忠实门徒，宣扬天国的福音，我们自觉力不从心。求你助佑我们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在奉献名酒的游行中，我们唱《全然向你》。深深的恩膏满溢。
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者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衣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的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”几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”求你垂怜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真荣父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圣若瑟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愿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尊贵和荣耀，借着基督，协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并联合神圣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。今天赏给我们。
你们去，怎么不？